啊，给呀、啊，还夹到诶。好啦，因为二姨是第一次给啦，人家文件全部准备好冇？有啦，我大概文件都带咧。好啦，搿里还夹到伊啊。土地所有权人才接到提示调查通知单的时间，首先将向土地测量局当地的重测区判公处两起水泥桩、塑胶桩，或者是钢档等适合土地所有权人使用的土地界标。同时，非同西林相关土地所有权人实体共同认定改址位置。也在宋英廷的改址位置共同设立改表，之后在指定的日期带点通知单、国民身份证、印呢配合提示调查人员到现场之间。改址如果因为迟延或者因为的变通无办法执行的时间，也就得事先向当地的地政事务所申请改址，来确定相邻土地改址的位置，作为提示调查测量的依据，或者是由重建人员协助指揭。阿贵啊，俺判了指揭以后，接下来两百人做。外面唔对啊，我讲我来每个提示调查员好啦。先生，我系唔系做对人员请教一点问题呢？做得啦，有嘛问题啊？你是青龙门啦？嘿啊，人啊吼，买到资格以后呢，测量的时间很高来配合我咯。嘿啊，是啦，因为体系重测啦，就以你的资格做测量依据，所以测量的时间你都不是不是做改零。同时，材料体系通知单单包都由土地测量局重测企业电话号码同处置。你有嘛个问题啊？做得打电话或者亲自去问。个测量以后呢？以后你就会接到重测结果通知单，做得在十四日工作期间带来结果通知单，身份证、日历到了地政事务所或者通知场所看看重测的结果。哦，按你的地嘞。同时，因为你都有亲自资格，所以在看工作时，如果经过介绍人员介绍了，还能有问题，做得提出意见，交费申请服从。如果在公共的时间没问题，该是不是就做得考题呢？是啊，俺就做得问新的权利诉讼，错啊，但下了改表，就希望你好好的维护，俺用以后分配改址就真容易的。哦，按你讲的就对嘞。你是以你的话自己进行记载调查表，你就看了哈，东都西西郊是多天顺，南呢多两位啦，北呢是多两位啦。你再看看啦哈，有冇问题不？冇咩问题。你得一天都看清楚，如果冇问题，将啲蛋白炖你就饮咧。哦。啊？咁系冇得饮咧，营养不顺啊？冇得饮咧，啲蛋白前面就做得啦。啊，我看你冇问题啦，阿贵你呢？唔系看咩冇乜问题，你蛋黄写得真清楚咩？做得炖饮咧。麻烦你签名啊，这里两位签名一下。